网红时代，我们仍有白先勇。我在写台北人的时候，都是写那个很苍老的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四季般的馥郁断尽颓垣，还有春天还会来，还有姹紫嫣红开遍的时候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。TVBS 看板人物，每周日56台。